快走，拜拜。我走了，你的拜拜。有没啥子要交代的？出门在外你不交代两句啊？麻烦你把钱拿回来啊，不要在我这花完了啊。放心。还有没啥子？人还要回来啊，不要在外头把人整个灭过去了啊。不得，放心，稳当得很。啊，拜拜。拜拜，来，拜拜。爸爸走了啊，拜拜。出门在外，平平安安。嗯。少喝酒，多吃饭。哎，对头。喝酒之后，适当的要控制下自己的一个，哇，情绪。哦，不能喝得太多嘛。不能太多。好。然后嘛，经常给娃娃些打个电话。好。还有小妞。好了，媳妇儿，那我就走了。好，家里面两个娃儿就真的就辛苦你和姐姐了，姐姐你还是要就要辛苦一点了啊。哎呦，不管事的。反正就是你们两个娃儿。没得事啊。我呢就去我那边杭州待两天，然后就要到海南开始上拼了。好，当然你就弄回来嘛，你就发点水果回来，晓得不？也我们自己也检测一下我们自己的供应链，晓得不？没问题。媳妇儿听话，交代。乖点儿啊。必须的。还有啥子交代的？没得了吧？没得了。放心，你来公司就会加倍努力的工作。好。不为啥子，为了两个儿，还有个婆娘。为了你自己。也为了我自己。对。最终还是为了你自己。为了一家人，过得更好。好嘛，这还差不多。你放心，你来公司想沉下心来去做件事，十次九次都是失败的。不，有一次成功了就可以了，对头。所以说，大家都说我做什么事情都是失败，你们说的太对了。我以前闯那么多年都是失败的，晓得不？这一次就可以了，晓得不？一次成功就可以了。对，总有一次他要成功，晓得不？成功一次就够了，是吧？好，好了，拜拜。今天小木兄弟到机场来接我的啊！兄弟，哎，东西都给你摆起来，是吧？那时候我原来分不动，我们去接。哦，还有打扫卫生啊，桌子上灰都没得。那肯定搞干净噻，天天打扫。咋？那会儿还跟我放盆驴子在这儿呢？那个还有酒杯。你保养的好哎！半年了，朋友们，你看，你看我这兄弟对我多好啊！半年了，给我把这个办公室保存这么好。椅子就是你的啊。啊，你看，还有绿植还。长得好，发财树。我跟你说，兄弟，这次到杭州来还是有个事情，晓得噻？不晓得，搞水果。啊，我水果那边的已经七人开始弄了。嗯。到时候我那边我跟你寄了几件过来，到时候我说那边你那边有些主播啊，或者圈子哪个在直播的时候给我挂个车上去。没问题噻，来了只要那些主播来播，来到我就给他们推荐噻。挂一个车是吧？哎，到时候主播安排给我挂下车啊，行，挂几个，帮我推一下，包在我身上。没品控你就放心，晓得不？啊，水果那个税不多。我们不一样噻，第一，我做那个水果做了快六年了嘛。嗯。其实我现在有经验。我现在还有两个兄弟是吧？前年给我干了几年。嗯。还有个兄弟是专门做供应链水果，做了七年的，啊，也是以前我的一个合作伙伴。哦。现在我们一起，然后在三个人一起在做。而且我们做的货是我们首先自己卖的货，嗯，我们自己货相当于要卖，也就是说做那种，尤其是品质嘛，晓得不？我们自己想卖，所以说放心很，晓得不？我，你想嘛，他们两个在那边看了以后，我还要过去看。那你那个就是说，他们两个在海南。马上我就过去了嘛，我带他们也过去，晓得不？哦，行。但是我那边有些客户那些，有些机构帮你介绍。要得，都赚了，又回到原点。好了，朋友们啊，然后这次到杭州也就没有什么事情，主要是过来见一些这个这群朋友啊。晚上我们约了几个朋友，因为他们这边的话人脉关系非常广嘛，啊，包括兄弟也是。我还要向他们那些前辈多学习。然后我就做水果供应链嘛，我们除了我自己的我们自己账上会卖，肯定还需要更多的人帮我们一起卖。所以而且他们这边主播比较多，到时候我就想把带到杭州来挂，让他们上去他们直播间嘛，好吧？可以，好了，朋友们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这个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没有问题啊！拜拜，喝茶。哎，结束。